南韩大势女团 BLACKPINK 续约问题从年头吵到年尾，至今尚未定案，有关四位成员的一举一动自然也成为关注焦点。其中人间香奈儿珍妮昨日在 IG 发文贴出与男模李柱亨亲密照片，放闪两人好交情，再次掀起大批粉丝好奇珍妮身边的男生是谁。谈起两人的交情，去年珍妮手机遭害，被公开多张与 BTS 成员 V 的亲密照，当时骇客点名知道内情的友人就是李柱亨，照片外流事件淡去后，两人友谊不变，也让粉丝直呼羡慕这段好友谊。而28岁的李柱亨原本是模特儿，2019年客串演出《寄生上流》广为人知，也因为珍妮好友的身份声名大噪，